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我是何俊傑。落了這麼多日雨，今天天氣終於好一點。在太平山望出去，早上還是比較多雲，中午過後天清了，見到不少的陽光，所以下午各區的氣溫都上去到二字頭，而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就曾經跌到 60% 左右。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受到乾燥的東北季候風影響，過去週末覆蓋住我們的雲帶，今天移到我們的東面和南面，所以我們的天色有所好轉。我們預計晴朗的天氣會在明天繼續。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我們預計會是天晴，明早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溫大約是17度。由於內陸地區在好天的情況之下散熱會比較快，新界會再低幾度。日頭天氣乾燥，最高氣溫大約是23度，吹和緩的東至到東北風。長遠少少，預計咁好天的情況不會維持太耐。在電腦的風場預報圖中見到，影響我們的乾燥東北季候風會在這個禮拜中後期被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取代，東風會帶多一些水氣，所以我們展望之後那兩三天會轉為多雲，風勢會比較大，甚至會有些驟雨。而去到週末受到另一股東北季候風補充的影響，早上天氣會是清涼。今晚的天氣講到這裡，再見。